什么老虎哦不不，猴子李白，这些我能赢，玩别的我感觉赢不了啊，也是很奇怪的很啊，是吧？这是场里面别人进野区的英雄，嗯，伽罗厉不厉害？伽罗厉害啊，但是也需要有人保。你说那些英雄都是厉害的，但现在射手就是得有人保，没人保他就玩不了。嗯，你问问九月，让他教你。哎，别问了，别问了。原来问了一下库歇马超，都是那样那样那样就好了呀。不是，你一般他这个没法理解，懂吧？他这个玩啊，跟那个教啊是两个事情，兄弟们，他不是一个事。还打呀？哇，这么多人来！我这个墙这么厚，我怕闪不过去啊！给了一波减速。嗯，我看到那个闪现这么大，然后这个过去肯定是撞墙的。我直接闪呢，好像也能活。但我想帅一点，结果帅出事了。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光性终于来了呀！四级了，四级了，害怕。还没死。接一下，接一下。前面这个孙策打开心了，孙策跟那个东皇打的贼开心，不停的往我们这边钻。看这个暗信，支棱不过，转了一圈，结果转到辅助脸上去了。他无法想象为什么辅助会在下面。我也没办法想象为什么。哦，元芳。哎呦，怎么说？能不能搞一波？这也挺好的呀，把中线给野河吃，我们蹲一波边线，直接节奏起来了。屁股后面打呀，别怕别怕，在，完了被咬了，有复活吗？给了个减速，好事，还是强行换了，差一点距离。没，就喝。那我不找你，他找我起来了。别追了，过来帮我加钱，帅哥。嗯，我现在一套秒不掉他。他旁边有没有人？我住在边路了，我要在边路找节奏，我不想刷钱了。这个中路线让他吃，对不对？
打游戏啊，不要太在乎那个兵线，别人想吃就给别人吃，嗯，是吧？让他吃，他玩得明白的话，他去吃。可以啊，是赌了一扇。其实好像这个太乙能舔到他， 我怕他舔不到。哇，这太离谱了！哎呦，老哥！对面有魔抗吗？还没，没魔抗，我们要回想，好吧？有魔抗的话，就直接往那个法川奔。这个妲己有这么好的经济，就挺难得的了。后面有点不好搞，他蹲，我也帮他蹲。嗯，还是能多找节奏，多找节奏，别沉迷中路刷兵线，是吧？兵线让野河吃，他刷的比较快，我们刷个兵太累了，你暴露视野，我不好抓人。打架多快乐，是吧？兵线让别人吃算了。当你能悟懂这一点的话，然后你们家打野又比较会吃中线的话，其实你玩的挺快乐，是吧？你说刷经济最后不就是为了打架吗？打架也有，直接拉到这个能打架的时候，不就挺爽的吗？好痛啊！哦，嗯。怎么这么难呢？真是乱。
这元芳到底能干嘛？猜，哎你。我真无语了呀。这爱心要带线去牵制，他疯狂运线就完了呀。李元芳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暗信别怕呀，我觉得随便带线吧，对面没人好杀他呀。还出了一身肉装。这波没闪，啊，这边包的好像还不错吧？他们人不齐，倒两个好起来了呀。还是得不知火舞，兄弟们，哎，打来打去还是55颗星，打了2天相当于白打，我今天的目标60颗星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转发，拜拜。